20日，距离七夕节越来越近，知名演员王艳也罕见露面秀恩爱，力破和富豪老公王志才的婚变传闻。转眼间，王艳和王志才已经结婚有26年了。她当着镜头的面，开心地表示，终于快到真珠婚了。自己的手上的戒指是王志才先前送的，是名贵的珍珠材质，她十分喜爱。谈及自己的婚姻感情，王艳脸上满是欣喜，眼神中也都是对对方的爱意。婚姻一样，也需要两个人的打磨，需要两个人彼此适应，不断努力地向前走，才能经营出团团圆圆的日子，和和美美的生活。画面中的王艳还如年轻一般美貌，说话时眉眼带笑，整个人透露着婉约的气质。当年王艳在事业上升期和房产大亨王志才结婚，成为豪门阔太后，王艳生下了儿子，便渐渐淡出娱乐圈，在家相夫教子。不过清闲的日子没过多久，老公王志才频频被爆出赌博欠债以及公司破产等负面消息，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在猜测他们是不是早就婚变了。不过谣言之下，王艳也用自己幸福的笑容狠狠回击。评论区还有网友表示，自己就住在王艳家对面，经常能看见其夫妻俩一同外出约会的画面，男方也并未因为欠债跑路。据悉，王艳一家人住在故宫旁不远的王府大厦，是真正的豪宅，夫妻能携手走过20几年的时间。